冠军呢，所加入中华职棒的第四个球季，那今年呢出赛了55场，拿下23个中继点，已经是球队呢不可或缺的一名战将了。冠军加油！虽然他来不及参加我今天这个颁奖典礼，但是我相信他在天上一定会很高兴你的行为。没有，因为爸爸以前他也是打球的，然后就是他在我国小的时候就是有问说，让我自己去决定说要不要去打球。那我那时候也就是想了蛮久，然后后面就是有跟他说，好，我去打球。其实他就是其实都还蛮关心的，只是他嘴上都不说了。我很谢谢他，然后就是从小一直就是教导，然后我也想把这个奖到时候先拿回家先给他讲。我有办法拿到也是要感谢我所有的队友嘛，那因为没有大家一起这样拼，就是也不会有今天这个奖项，对啊，所以我还是要感谢所有的队友这样。